七哥哥怎么了？梁山的贼寇。这梁山土匪仗着水泊优势自称好汉，就连官衙也拿他们无可奈何，弄得大家怨声载道的。哼，仗势欺人的小人喽啰而已。翠儿，哥哥早晚要干件顶天立地的大事，让你瞧瞧真正的好汉是什么样。翠儿一直跟着七哥哥。白叔叔啊，俺听到一件趣事，说来听听。这江湖谣传，官道上开了一家深夜客栈，专杀男人。他们呀，先斩断了龙根，拿去喂狗，然后啊，再剁肉为馅做成的人肉包子，供给那往来的游客食用。当今这乱世，此事倒也不算新鲜。晁盖，晁盖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只要你敢，这十万生辰纲都是你晁盖的囊中之物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俺的远房外甥，陪俺一起演出好戏。舅舅说的所言极是，这老板娘是当年京城被那高衙内夺了贞操的女子，还被那奸人杀害了全家，所以啊，她对男人怨恨到家，这呢，就到山野开了一间人皮客栈。这贼婆人性本恶，做的是人肉买卖，却想栽赃给朝廷。假若没有高衙内之事，料他有一天，他也会为非作歹。笑什么？嘿，来，大家给你添点酒。哎，你这不识人性的狗官，事到变成这样，都是你们给害的，你还把俺吊起来打？今天俺叫你学会做人。脏东西！哎哎，舅舅，滚！十年不回家，回来就生事，辱没了门风，要你何用？这个雷横每次到我这儿来，都要小住几天。他一个官差住在这儿，定会扰乱了我等的结纲计划。你一会儿按计划行事便是，把他赶走即可。切记，不要下手太重。好，哥哥放心，哥哥放心。看在晁某的面子上，不跟这村夫小人一般见识。我已让下人收拾好客房，还请雷兄暂且歇息。是雷某疏忽，将哥哥的外甥绑了。事已至此，雷某公务在身，就不劳烦哥哥了。也罢，今日晁盖欠你一个人情，下回你来便要在庄上多聚几日，我定好生款待。告辞。
睡什么睡？起来赶路！又是半夜叫人赶路，夜路本来就不好走，兄弟们的脚都不知道崴了多少次了。你们知道什么？此地正是山贼陆林出没之地，要是山贼夺去了增城岗，你们有几个脑袋顶罪？赶路！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！赶路，快赶路，快！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！赶路，快，快走！吴先生，你说朝大哥找俺们哥仨是不是要干大买卖了？太臭了，什么破店儿？嚷嚷，嚷嚷！哼！啊！挪挪！啊！哥，大哥，哥哥，大哥，自家兄弟不必拘礼，坐。晁盖哥哥，俺们这是要干什么大事儿啊？10万黄金，生辰纲。10万黄金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智多星。吴用、赤发鬼刘唐、生辰纲的消息便是他带来的。立地太岁阮小二、短命二郎阮小五、活阎罗阮小七，原来是三兄弟呀，名字叫都不错，但是俺一个都不认识。怎么，你这厮是要比划比划？毛都没长齐的小儿，恐怕连开封府有多大都不知道吧？你，晁盖何在？大哥，让我去看一下。五七儿，咱也看一眼。走，哥哥，应该是到了。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在此与你何干？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都跟洒寨过不去啊！想哪里出去几天？贫道只为寻人，不想身世。想，容不得你想。是，滚！啊！滚！啊！家兄弟，贫道认输。敢问阁下可是托塔天王晁盖哥哥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好汉尊姓大名？在下陆云龙公孙胜，特为10万生辰纲而来。
这些贼配！在这坐着干嘛？还不快起来推车！耽误了你行程，眼看了你的狗腿喂狼！杨大人，你看这雨下的跟瓢泼了一样，拉着这几个箱子连推带挪，已经行了十几里路了，也该歇歇了。今日的行程还差了一大截，赶快推车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这一路上辛苦了。同弟兄们找个地方歇息歇息吧。大人呐、啊，主管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附近山贼猖獗，多耽误一事，便多一份危险。哎，可是咱这都走了一路了，连个鬼也没碰着啊！莫非是替家大人心里有鬼？你只管看好你家夫人的宝物，我杨志教训手下，与你何干？护送这十万黄金生辰纲的头头是那新晋的提辖，人称青面兽杨志，他的武功非常了得。其他十人，均是脚力出身，按刘唐一人就能搞定。各位，意下如何呀？嗯，行。我们七人虽然个个好汉，但是依然要小心谨慎。前些时日，我与吴学究已商议，可在此处设下埋伏，以逸待劳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即日就动身，等杨志这厮上钩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善说错什么了吗？朝廷近武，我们几个连个趁手的兵器都没有，如何掠的？我虽可让庄客连夜赶至，可是我们七人的武器最快也要十几天才能完成，恐怕到时候会错失了良机。哎呀，哥哥，让俺带几个庄客去找一对落单的官差，咱们去劫了他，取几件趁手的兵器不就得了吗？前几日我看到梁山山贼押运兵器，知道他们有一小据点，因地方极其隐蔽，看守只有四五人，我可和两位哥哥悄悄潜入，偷几把趁手的兵器回来。如此甚好，就凭这几个打鱼的渔夫能行吗？找死！这次说话怎么像放屁，竟瞧不起俺们三兄弟。俺是实话实说，自古英雄靠实力吃饭，打鱼晒网算什么本事？那就让你尝尝洒家的好汉本事。好啊，上次没干了你，这次让你尝尝俺的实力。你小气儿，千万跟哥哥无礼。你们四人明日出发，不可私斗生事。哎哎，为何突然停下？看什么看？继续赶路。近几日你可曾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小人除了昨日口渴难耐，去河边喝了圣水以外，与其他同门并无他异。今后的行程，你二人要与队伍保持至少十丈的距离，不可与他人亲密接触。到了山寨，定要听俺指令，切不可恋战恋物，咱们只管拿着，不管其他。哎，哎，哎，不是我说刘唐，你能不能快点儿？
然停下。哎，这是控制下节奏，这是行走江湖的技巧，你们学着便是。哥哥，那俺们先走了啊。哎，走，站住，走。哎，听俺指挥。哎，站住。老二，杨志直走野道，我们可在此处设伏。两位兄弟有什么想法？哥哥，你看这间客栈地处官道野道的交叉口，在此是否也可设伏？客栈人多眼杂，搞不好会乱作一团，不便行事。还是野道好设伏。救命啊！去看看。嗯。救命啊！哎呀！走，走！救命啊！快快快！那他是不可能的，那你说那可能吗？所以小五啊，咱们兄弟几个就必须得拧成一股绳。对，二哥说的对，你说对不对？谢哥哥救命之恩，哥哥的大恩大德，我阮小七永世难忘。兄弟之间不必拘礼，能与众位本领高强的好汉一起谋事，是我晁盖的荣幸。来，干！来，来，干！干！干！哎，多谢先生，吴大人，来。哎，哎，嗯。哎呀，好久好久好久！大舅哥真是位顶天的汉子。七哥哥也想成为晁盖哥哥那样的英雄豪杰吗？这几日与几位哥哥在一起，好似神仙一样逍遥自在。只怕你终有一日会舍下翠儿，跟着你的晁盖哥哥他们逍遥去了。不行不行，走开走开。翠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七哥哥，这个你拿着。行行行，你看见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现在怎么害怕了？啊，怎么去呀，老唐？刘唐，你也不行啊！你别去，让我来。提辖大人，不好了，我看好像是中了风寒了，就怕。情况比这还糟。哎，
你说这到了哪辈子没了，累得要死不说，还碰上瘟疫了。我听说闹瘟疫的地方都是不少人喝了被污染的生水生病，此处的河水已经被污染了。此地距最近的城镇还有一段距离，要是不想些办法，恐怕连近几日吃水都是问题。是啊，要不属下先行一步，尽早到下一村落找些药草，以解大人心事。只有这样了，请务必速去速回。属下遵命。从今以后，未经我允许，不许喝来历不明的生水，以免感染瘟疫。你怎么才来？甩开晁盖那伙人用了点时间，看到你的信号我就赶过来了。杨志的手下有人得了瘟疫，现在是下手的好机会。好啊，在哪动手？杨志非常狡猾，他怕官道贼多，专在夜晚走崎岖野道，瘟疫也影响了他们的行程。这样，你们明天出发，在夜晚时分定能和杨志相遇。好啊，得此消息，在事成之后我定能多分一份黄金，到时与你一人一半。在下谢过好汉，我还有事先走一步。来都来了，不进屋喝杯热酒歇歇脚再走吗？拿下！提辖大人，既然此地已爆发瘟疫，何必还要逗留于此啊？此处、他处有何分别？留在这儿就是等死啊！督管大人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你去吧。知道了。可是。洒家说知道了。哎呦，啊，不都交代了吗？为什么还绑着俺呢？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？哎呀，其实呢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出来混了这么长时间，就这身行头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不也是吧？你们不也是为了钱吗？啊！我念各位是好汉，才把生震纲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们。可谁又知，刘唐是个贪财之徒，他并没把我真实的身份告诉各位。难不成？你们要卸磨杀驴吗？杀我二人以灭口，就是为了多得一点金子吗？你刘唐是我的兄弟，我自然信得过你。督管大人不辞辛苦远道而来，我自然也信得过，只不过还想麻烦请督管大人帮个忙。你先放了我，一切好说。请恕晁盖暂且不能答应，我这位兄弟行走江湖多年，会点易容之术，还请督管大人多多配合。小七，你随我来。你这次疯了，为何出手杀我兄弟？哎，公孙哥哥，小七呢？小七，
小七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嗯。公孙哥哥，好本事，小弟佩服。这便是治疗瘟疫的药草，混到一起，服用之后便会让人感到体虚力乏。这个贴于上颚，声音便会与老督管一般。哎，来，我与众位兄弟就在野道预定之处等你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一切见机行事。嗯，万万不可在这之前露出马脚。小弟遵命。这次让你去，我还是有所担心的。但是思来想去，还是你最为合适。你平时虽是个泼皮，但是在我看，你心思细腻，善于应对。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这次要万万小心。大哥放心，小弟此行绝不辜负大哥对我的期望。一切小心，我们在野道见。野道见。陛下大人，开药的郎中说了，此药不但治病，还能预防传染。我看所有的兄弟都应该喝一喝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这是小弟分内之事。都加把劲儿了啊！好好烧。哎，爷，哎，稍作休整，今晚连夜出发。是。嗯，只差那么一小会儿，他没喝上药就这么死了。生死有命，想开点吧。收拾行李，准备开拔。我马上吩咐手下立刻出发。等等，吩咐手下未敢行程，该走官道。官道，大人，走官道可能有贼人设伏吧？我已决，吩咐手下该走官道。大人，这尸体要不管的话，恐怕会污染下游的河水，导致瘟疫肆虐，不如把尸体烧了，以绝后患。也好。来人，找些柴火，把这尸体连同帐篷一起烧掉。等一下，尸体不能放在地上烧，会传染，得吊起来烧。贫道也来，还有我。嗯，哎，我说哥哥，你咋不跟俺们一起来呢？人各有志，英雄不问长短。吴先生，不我。你们看，起烟了。这荒野山林平日了无人烟，今天怎么这么大浓烟啊？走走走。清理各自的脚印和车痕，切不可留下任何痕迹。还等什么？上路，来了。
车痕脚印已被人抹除，四处找找。嗯嗯。这是小翠给小青的信物。之前得到信息，杨志一直走野道，不走官道。如今清扫这车痕脚印，这官子恐怕是小七留下来提示我们，杨志已走官道。既然他们改走官道，那我们就到官野交叉的客栈去设伏，以我们的脚力抄近道，一定能赶到他们之前到达那儿。三间上房，准备点小菜，几坛好酒。好嘞，这就给您备着。您先请坐。今天可真是遇到了大财主了呢。黑店竟然黑到散家头上来，咱们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。店家，菜好了没有啊？饿了肚子都疼了。我帮你去厨房催催。哎呦，乔客官把我催的这身子骨都软了呢。那想必是店家的酒菜油烟太重了，我去厨房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客官怎么这么心急呀、动手。同道中人啊。谁跟你同道啊？大哥怎么办？杨志队伍一会儿吃了你的药，定会疲惫不堪。你假扮店小二，到门口摆摊迎接他们，设法把他们引进来。哥哥放心。快快！卸车！快快，赶紧卸车！人呢？人呢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几位客官里面请。怎么慢吞吞的？小人以为深夜冒雨，便不会有人再来，怠慢了几位客官。来，里边请。把箱子放在那边。来，里边请，这边怎么样？
擦擦桌子。几位客官是打尖呢，还是住店呢？拿点吃的来。哎，好嘞。我们只是路过的商户，并未有多少银两，还请好汉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我们只为求财，这点钱恐怕不够，留下箱子放你们生路。人在箱在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钱乃身外之物，就你这几个手下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杨志若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今日便不会站在这里。这几个箱子，你们碰都别想碰。你为什么救我？外面的箱子里有黄金万两，我可以都给你，我只要领队的项上人头。
他是谁？这是我在道上认识的兄弟白胜，不知为何被关到了那黑店的厨房里。我要回去救小七。不准回去，现在回去无非是送死。晁盖，俺们兄弟三人扶你是听闻你晁盖重情重义，可现在小七还在客栈里呢，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，你让俺们兄弟日后在九泉之下怎么相见？我阮家没有怕死背信之辈，让俺们回去救小七。我们哪个兄弟怕死但是我们不能白白去送死啊。小七刚刚并未露出任何马脚，经此一役，杨志定会对他更加信任。小七那边你们大可放心，我们且听晁盖哥哥的话，回去再从长计议。你不是俺家兄弟，自然会说出这种风凉话了。我晁盖对天发誓，如果背弃阮家小妻，定会以命相抵。如有虚言，如同此发。杨帝下，今夜有何打算？暂且在这儿过夜，从明日开始改为白天出发。杨帝下，咱们已经死了两个手下了，你就不怕那些贼寇再来劫咱们的生辰纲啊？他们一乱阵脚，没那么快回来，以后有我守夜，你们安心睡觉。中书大人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杨吉霞真是英勇无敌啊。之前是在下有眼无珠。兄弟为何会在客栈之中？我家祖上三代都是制作蒙汗药的高手，那客栈店主听闻后便邀我入伙，我不从，他便让人绑了我，整日威胁我，看他们做人肉包子，剥皮削骨，希望我能就范。不知哪窜出的黑衣人，坏了你刘爷爷大事儿。好刀，好刀啊！你可知我这把刀的来历？下官不知。最近我总是会梦到同一个人，在梦里，这个人总是要让我偿命，而这个人当初便是因为看不起我这把刀，被我一刀杀了。我杨志也杀了不少人，可为什么偏偏总是梦见这个人来找我索命？
当年有多少撩贼死在这把刀下？如今到了我手上，我却只是用它砍杀了几个山野毛贼。不急，娘大人，您一身好武艺，自然有建功立业之时啊。立功，我年轻时日思夜想，希望这把刀能早日传到我的手上，心想有了这宝刀，便能立人的大业。如今这刀有了，仕途难料啊。先把洒家逼急了，大人别无这样。侠行生疏，酒徒萧索。那人是谁？无论是谁，来者不善，吩咐属下今后的行程减少休息时间，加快行进速度，任何人不许懈怠违抗。为何如此着急？黄泥岗。黄泥岗？对，黄泥岗。只要过了黄泥岗，一路官道便有重军把守，要劫生辰纲恐怕是痴人说梦。所以杨志这几日定会加紧赶路，争取早日过了这黄泥岗。而且此地前后数十里荒无人烟，
是一个埋伏的绝佳地点。这几日辛苦大家了，明天我们吃点好的。晁盖哥哥，为何多了一副碗筷啊？我小时候啊，看见几只蝼蚁在背着一只蝼蚁行进，我好奇呀，就问我爹，那背上之蚁莫非是蝼蚁中的达官贵人？我爹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告诉我说，盖儿，那只蝼蚁并非什么显贵，只是断了腿的残疾。小时候我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一群蝼蚁要背着一只蝼蚁到处跑呢？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如果没有众位兄弟，我晁盖就是那背上之蚁，只不过是蜗居一方的小小保证。但是有了众位兄弟，我就是那可劫不义之财的顶天好汉。已有六族，我晁盖有六位兄弟，那副碗筷就是给那小七兄弟准备的。敬江湖侠义之手足。敬江湖侠义之手足。痛快痛快，这还要不要命啊？洒家说过不许喝圣水，上路。上路，走，走，走！如再有偷懒者，过了黄泥岗，就按军法处置。走，走，快点，快！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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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嗯。还有一事啊，晁盖早想问问诸位兄弟，不知诸位结了生辰纲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嘿嘿嘿，哎，这俺有钱了，想回家了，回家风光一下去。你呢？我呢？采药，卖药呗。俺们兄弟就带着俺娘进城了呗，做点小买卖，颐养天年了。修枕道观，潜心修道。嗯嗯，我呀，本想盖间私塾。教书育人，但不知哥哥有何打算？我自然也想寻一片天地，自由自在的。可当今这乱世，哪里又容得下片刻安宁？晁盖哥哥，不妨现在给众位兄弟讲讲我们的计划吧。我们要在黄泥岗不费一兵一卒劫了生辰纲。前些时日我已经让人去通知小翠儿，让他连夜赶路，赶到官道为小七报信儿，在黄泥岗下药智取生辰纲。杨志为了催赶行程，一定会连夜赶路，他的手下定会满腹牢骚。大人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改道。为何改道？官道似乎过于太平了些。不可不可，我意已决。大人，没一贼寇在野道上设伏，我们日夜兼程，手下们累得已手无缚鸡之力了，其结果只能是自投罗网。
您有何计？已下官的脚力，现在出发，我保证一个时辰一定赶到，我定能把野道探个究竟。速去速回，保证安全。下官遵命。大人，东华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走走。怎么回事？大人，野道上贼寇埋伏，我杀死两个人，勉强逃了出来。他们许是以为我有大人之软，所以才没敢追，我才保住一条性命。怪我胡思乱想，日夜颠倒，还多管大人受伤。来人，拿金疮药！快快，好好好，金疮药，快！快！小心呐，卖酒！小心，要早吗？卖酒喽！哎，卖酒！大人，前面有卖酒的，给兄弟买碗酒解解渴吧。不可。哎，店家，你这酒怎么卖啊？五贯足钱。哎，好，来一罐。为何不听洒家命令？你可知道酒里有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这人不买便直说，何必污蔑我酒里有东西？就是，你看兄弟们都走了一路，累了一路了，我给买罐酒解解渴，怎么了？不可。店家，哎，这酒啊，卖我们一坛吧。好嘞，但是你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啊？我们一群卖枣的商人，还怕你下药不成？来，来一坛。好，兄弟，这个钱呀。我一会儿再给你。来，哥们，没问题。来，喝酒。总管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总管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总管大人，太累了，太渴了。店家，你的酒怎么卖？刚刚你不还是说我这酒里有毒？现在这酒不卖。恕在酒多了。还要往店家行个方便，卖我一坛。不卖，不卖，这酒我宁可白送给那些卖枣的商人，我也不卖给你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那可就不客气了。你真是厚脸皮，一句玩笑话怎能当真？哥哥，这酒让俺爹了。先别着急，待我抱过去，与众兄弟们共享。好吧。好汉，行个方便，我这边十几人，一路即可。这位兄弟，这个酒呢是店家送给我们的，你这让我如何是好啊？哥哥，我看这位兄弟口干舌燥，这酒咱们刚刚已经喝了，这坛吧就让给他们吧。让给他们一坛，兄弟，酒你抱去。哎，不能给他。哎，来，银子给你。兄弟，我拦着他，你把酒抱走吧。不行，不能给他。别，不知好歹。哎呦我。哎。兄弟们。喝酒去！喝酒去！来，再来一碗。来，好。好晕呐！
弟们，带上箱子，走。贼可恶！众位哥哥，我白胜就此告辞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保重。皇恩息怒，皇恩息怒，小人也不知道黄金怎么变石子，小人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哼，你一路随行，怎会不知这箱子里都是石子？我确实不知道。我想啊，一定是那杨志调包了黄金。各位好汉，你们放我回去，我让杨志交出黄金。混账！我再问你一次，黄金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要是交不出黄金，你俩都得死。对，都得死。梁志，你敢骗你刘爷爷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算账。不疼，先慢。生辰纲了。杨大人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我便杀了他。你这贼驴狗官，拿一箱石子糊弄我们，还找我们要求这个？什么破石子？我生辰纲的黄金在哪？下官亲眼所见，黄金被他们调包了。放了他！这小人之前还说黄金是被杨志调了包，现在又血口喷人，简直叫人恶心。你这两面三刀的老东西，我生辰纲的黄金在哪？黄金本来就是一箱石子。不对，杨大人，这帮贼寇诡计多端，你不能信他们的。我再问一遍，我生辰纲的黄金在哪儿？我哪知道你的黄金在哪儿？我亲眼看见你们劫走了黄金。也好，我今日便把你们都杀了，自己慢慢找。茅屋里的人听着，尔等胆大妄为，抢夺申辰纲，绑架朝廷命官，见尔等缴械放人，本官可酌情留你们一个全尸。这声音怎会如此耳熟？杨大人，双拳难敌四手，赶快给援军会合，走。周大人，你不在大名府，怎会在这儿？杨大人，督管大人，周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周大人，那可是杨提辖。这里哪有什么杨提辖？杨志与山贼勾结，骗夺申辰纲，一律就地正法。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督管大人，这里有误会吗？周大人所言极是，下官亲眼所见，杨志跟贼寇勾结。来人，将杨志正法。我杨家世代忠良，怎会背叛朝廷？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与我一起杀进屋内，捉拿贼党，押回大名府，让中书大人亲自审问。周大人，杨提辖一路鞠躬尽瘁，绝非与贼党勾结之辈，这其中似乎确有隐情，还望周大人三思啊！哼，督管大人已经指证杨志勾结山贼，依大人的意思，这其中隐情，难不成是本官与督管大人一起冤枉了杨志？下官并无此意。对。此一行，杨志对手下苛刻严厉，专绕野道，消耗押运人员的体力。
周大人，您在官场混迹多年，这点诡计您看不出来吗？下官是下官愚昧，杨志确是与贼寇勾结。杨志勾结山贼，证据确凿，等若是敢徇私枉法，是与这贼子同罪。周瑾，我杨志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污蔑本官？哼，杨志，你已不是什么朝廷命官，快快束手就擒吧。杨志无罪。还在等什么？难道要本官亲自出手吗？
还要救死大家。贼寇还是好汉，你自己看。盖间私塾，教书育人，修整道观，练心修道。哎，准备回家风光一下去。哎，出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也没回家看看。俺们兄弟就在嚷嚷进城了呗，做点小买卖，颐养天年了。敬江湖侠义之手足。敬江湖侠义。以此筋骨列阵，都管大人，都怪你反应快，要不还在那儿愣着呢。你说这刀剑无眼，咱们俩要让这些无名小卒给伤着了，那不白瞎了吗？这下总算是安全。对不住了，都管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死也让你死个明白。我告诉你，那箱子里的生刃钢原本就是一堆石子。原来都是因为你。
死地。杨志，你若杀我，便是杀了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。我并无心杀你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真相，你若没有与贼寇勾结，他们为何又要救你？我与这群贼人断不曾有过来往。你大可跟我一起回大名府，让中书大人来个定夺。好啊，那你便同我一起回大名府，让中书大人来做个定夺。好，洒家便与你同去。大人赏识便成了吉祥，你可知我苦苦奋斗二十余载，到手的官职就这样被你给夺走了。杨志，拿命来！把人放了！杨底下，杨底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兄弟，你不妨先听听这二人有何交代。各位好汉，各位好汉，偷梁换柱，黄金变石子，引诱各位好汉前去抢夺，这全都是中书大人的意思。哦，不。全都是这贼老头子的意思，我只是中书夫人的一个小小的随从，对于此事我是一概不知啊。没有，成王败寇，即使放你出去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你能过了上边内关吗？换石头是你，偷放消息的也是你，挑唆周瑾暗杀杨廷霞的也是你，是我，是我又怎么样？这么好的妙计，不也是功亏一篑？呸！死老头，砍！滚！为何是你，杨志？你伺候过别人如厕吗？你伺候过吗？我40年了，从梁大人懂事开始，
我就伺候他如此啊。他一有变异，我便用干爪堵住他的两鼻，洗手宽衣，请来香炉神兽。那是我。他净手完事儿，我拿了预备好的干毛巾，再来为他洁净，然后又是洗手更衣。我父亲伺候他父亲，我爷爷伺候梁家之主，你知道吗？你别看老胡没什么官位支撑，可我为了梁大人出谋划策，可算得上鞠躬尽瘁。是我帮着梁大人娶了蔡京的女儿，稳坐大明府中书大人的位置，这一切都是我。梁大人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，我的利益呀、啊！那是我的利益。梁殿下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丫生辰的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充其量是一个杀过人、惹过祸的贼配军，你是贼配军，一个不成器的小孩儿，小孩儿。如果一个不成器的人丢了十万两黄金，别人怪罪下来，怪罪梁中书。人家只能说梁中书用人不善，用人不察呀。这十万两黄金又回到我和梁中书的口袋。这是多么美好的妙计，妙计，妙计。妙计，实乃是李代桃僵的妙计，妙计，妙计，妙计。黄金又回到我和梁中书的口袋。今生疏，旧图萧索，不似少年时。梁大哥恕罪，前日里真正的督管被我等扣押，为了方便结梗，是我假扮成老督管，一直潜伏在你身边。原来是你。去之前，我本以为大哥是恶棍暴徒。那日饮酒，梁大哥说了你的少年情怀，心中暗生敬佩，但也颇感惋惜。大哥本是性情中人，非要受那阿扎朝廷的委屈作甚？人生在世，不就是图个逍遥痛快吗？难道那当官真比那好逸日神打一位百斤大鱼过瘾？傻小子，百斤大鱼算什么志向啊？不死少年时，不死少年时。回去告诉梁中书，我
我杨志与他互不相欠。谢杨殿下。为何取得性命？贫道下山，就是为了斩妖除魔。如此小人，天理难容。兄弟，还是一起吧。寻觅半生，最后被人当作弃子。我杨志还是一个人落得清静，就此告辞。朝廷昏庸，耽误了这么一位好汉。翠儿，找个好人嫁了吧。不，你拿着，我等你回来。哥哥，那俺们去哪儿？水泊梁山。上梁山做甚？难道也去当那阿三贼人吗？不，那为何去那水泊？替天行道。好。姑娘为何如此伤心？是送情郎吗？少年侠气，结交五都秀，肝胆斗目，毛发丛，力寒中，此生同，一诺千金重，挥鞘远，今豪纵。
里来的贼汉子，敢在蒋爷地方撒泼？干爹，国藻，玉兰，舞一曲。三拳两脚被我当场打死，原来是五大虎英雄五都头，五都头，小的冒犯，小的冒犯，我呀，若是把快活林还于我师兄弟，幸好你来了便是客，酒肉管理饱。若是你不还，我武松的拳脚管理饱。是，是武都头。
是个贼配军，你拿我兄弟为质，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跟我拳对拳，刀对刀，武松一个人陪你杀个痛快！朝廷下令严办孟德私盐，谨言犯武松，高阶快银之子石恩贩卖私盐，黑衣是蒋掌柜揭发，不料此举惹恼武松，重伤快活领百姓十数人，凶恶至极，幸我明团及时赶到，将银贩当场斩杀。 且案，狗官，什么私盐？血口喷人！正计切早，我留下邀功，身子剁了喂狗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 杜监大人，您的腰还疼着呢，只是年龄大了而已，托你的福。 还死不了。将门神鱼肉百姓恶贯满盈，诬陷武松施恩贩卖私盐，竟被团练大人查获并拿下。老夫说的是也不是？ 你别请，看看啊。
哥哥，喜不喜欢？满不满意？对，爹爹辛苦。哎呀，五都头满意就行。多谢管营大人。哎呀，哥哥，你上书了？你看看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跟爹爹提。当真？固然。陪我喝酒去。哎呦，这是啊！不是哥哥，你等你夺回快活林的时候，我们也来好好陪你喝一杯。对了，对了，对吧？现在不着急。督监大人，有请清河县五都头和施恩公子赴宴。哎呀妈呀，还喝呀？哎，这街上怎么都没人呢？你这天天在快活林看场子，城里的事情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这城里的盐贩啊，素来猖獗。哎，朝廷虽然过来派人查了，但是却查出了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闹得人心惶惶的，谁还敢出来啊？小人作祟罢了。什么不干不净？要是庄稼，吃我武松一拳脚，全都干干净净的。哥哥说的是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，非礼。今日本想喝酒尽兴，哪知却被这鬼神之事扰了兴致。何来鬼神之说？武大哥有所不知，朝廷下令彻查孟州私盐一案。数月前，捕快们查到了盐贩们的私仓，但谁知他们对里面供奉的盐神不敬，惊动了盐神。他们被抓之后，再无人见过他们。而就此之后，每过一段时日，盐神便会从孟州城上空飞过，向人索命，搞得数月来全城人心惶惶。我武松平生所见，无论是好人枉死，还是坏人当道，哪怕是我大哥被奸夫淫妇所毒害，鬼神都只会高筑庙堂，从来不管人间之事。害人性命，只有险恶的人心。在我看，盐神之说定是人祸。人也好，鬼也罢，盐案不破，朝廷怪罪下来，知府大人和张团练便会串通朝廷大员，拿干爹革职顶罪。张团练？张团练他不是你弟弟吗？哎哎哎，哥哥哥哥，官场是是非之地，知府还有张团练都想取代督监的位置。哼，又是一个看得官皮比兄弟还重的。也罢，前院是盐神虎患，这后院是官府狼烟，多事之秋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怕甚？我干爹洪福齐天定能逢凶化吉。怕甚？大人定会柳暗花明。对，怕甚？大不了落个清净，归隐山林。怕甚？严案我来查。大人不好意思，我哥哥喝了一点多。哎呀，干爹你没事吧？无妨无妨。哎呀，兄弟啊，莫见怪，不是我笑话你啊，你
是空，空有一身武艺，这茶案啊，可真用不上啊！潘火林，我二人欠你一条命，不还睡不着。况且有石恩助，兄弟齐心，定能破了原案，大人一个清白。不是，哥，我，你的头脑，加上我的拳脚，足够。好，玉兰，明日带上我的印信，助武送茶案。官府那边，你帮我打点关系。仵作官差，听凭武松差遣。兄弟，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不必了。你是官，我是配军，咱俩不亲。不过，听说你为官还行，保你就是保当地百姓。好。哎呀！那么大的孟州城，那么多的捕快。就没有那么一个人敢接手这个案子的。我听别人说，但凡有个捕快敢接手这个案子，不出几日便会不明不白的死去。哎，哥哥，不会真的有鬼魂索命吧？这么勤？不好说。哎，你说万一我们真的破了这个案子，虽然保住了张都监。可是我们同时也得罪了知府和张团练，太不正气了！哼，这些捕快跑得跑，死的死！哼，我谁都管不了，算了，我也不管。谁叫？我去定了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！要不要给你来碗水？你。我跟你讲，你别误会啊，不是你长得恶心，是后面的玩意儿。你说你姑娘家家的，见了尸体你怎么不害怕呀？我与公子不同，你是富贵命。我年幼时，全村大旱，几乎所有人都饿死了，生死之事啊，早就看淡了。后来若不是干爹收留，我怕早就成了孤魂野鬼。那什么姑娘你。怎么了？奇怪。都头，刚才把五脏六腑都看过了，没有内伤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。哥哥，有发现什么吗？兄弟，不敢。你看，外表没有任何伤痕，骨头也是完好的。一个婢女，一个贼配军，还有一个怯懦的书生。我兄长身边真是高手如云啊。我这就禀告知府大人，连审案指日可待了。打了他，干爹没办法交代。
空有一身本领，却不识这官场走势，督监的位置我一定。这么多，怕是几页都看不完。武都头，所有涉及走私沿岸的文案全在这里，武都头过目。好。给我上壶酒。库中敬酒，武大人，请体谅。嗯。宣和二年四月十五，捕头杨大志追剿司盐，索部两班捕快失踪。当夜岩神第一次现身夜空，自东南向西北飞出城。这人究竟是哪里失踪的？没有记载，八成是查到了什么线索，想自己贪功，然后去了就再没回来过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七，樵夫来报。在枯木林县无处黑衣官去，关中铺满细烟。开棺后，杨大志等捕快尸体与黑棺中一并发现。宣和二年五月十六，岩石剑生岩西南飞向东北出城，捕快王雄等六人失踪。宣和二年五月二十日，炎神飞过后四日，城外乱葬岗之后，再现武都黑马官去，关内覆满细烟，失踪捕快王雄等尸体躺于关内。收监，黑木棺材，这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小的是烧也不是，扔也不是。重金请了法师做了法事，一些封存着。哎呀，平时都些晦气，没人敢来。您自便吧。
记棺材铺。听闻一年前掌柜的举家南迁，这店铺就作废了。走。哎，哥哥，让我给壮壮打。哎呦，走走。去。贩子，装神弄鬼，只为掩人耳目。我结拜姐姐母夜叉，孙二娘可是玩药高手。油灯里藏的那点迷魂香，在你武松爷爷面前不够用。守护了哥哥。孟姐，哇！给我。你看，原来这里就是储存运送私盐之所。
此洞究竟是通往何处？我听干爹说过，盐贩子们贩盐会设一个主仓，然后在城中附近设几个分仓，方便他们贩盐。而刚才那个仓应该是分仓，前方八成就是盐贩子的主仓。麻利点儿，哎，大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嗯，暗藏里找到的账本。麻利点儿，哎，看不懂啊，八成是什么暗语吧？啊，那应该是暗。哎呦！这是你们中国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真是，你说，咱们三个臭皮匠，竟然找到一个私盐暗藏，这件事儿，想想就开心。既然已知晓这个盐神就是盐贩子们假扮的，而捕快们的死也与索命无关。嗯，回去接着查。走。哎，哎，兰姐。拉一把，你拉一把，赶紧！据存真图所载，若是伤情不显，可将尸首褪去衣衫，将全身用刚出锅的梅子饼来覆盖，只消半刻，可令伤痕显形。此招屡试不爽。好兄弟，亏你有办法，快进来看，果然是有伤。哼，进去看就不必了。懦弱书生有懦弱书生的用处。武大哥，这天下的功夫你最懂，可能看出这是哪门子功夫。碎心拳。江湖上杀人的功夫，吹来了，多日不见，找你喝酒。嗯，
死我了，快说呀。暗藏之内就是他与我交的手，我伤的是他右手，所以才会用左手接酒坛。所以一直都是他在假扮元神。他在牢中静坐之时用的是吞吸吐纳之法，那是清宫的路子，靠着纯熟的清宫让百姓以为元神在飞，且暗度所记载元神数次飞过的记录，唯独被我在快活林打伤后好几日风平浪静。哎，是我太大意了，当初在快活林他没用真本事。哎，金曼，他是被关在大牢里，又怎么可能出来闹事呢？哼，监牢里那些人他都是蒋门神的人了。大哥，就这厮。他牢中有几处鸟屎，一介莽汉武夫，纸中却有墨迹，必然常与外界同党飞鸽传书。证据确凿，我这就去逼他交代。等等，切莫打草惊蛇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丁，原来每次元神飞过引起骚乱，都是为了给地下私盐交易制造契机，而下一次的交易日定在了后日的丑时。那蒋门神犯盐，跟张团练肯定脱不了干系，遇到他要格外小心。快活酿，这可是快活林的镇店之宝，今日为何如此大方啊？哥哥此去沿途凶险，这杯酒为哥哥壮醒。好兄弟，等我。一路凶险有好兄弟陪着，还有玉兰妹妹陪着，我武松此生足矣。武大哥，来，我们干了。来，干。干。哎。啊。哥哥，我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要阻止你查这严案。就想给咱兄弟俩图个安稳。干。元神来了。好事儿！哎哎，走了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不行，死头我爹可保我。
蒋门神为何来管营蛋的烙印？先按计划行事吧。嗯。拿人！快些搬！天亮前，石恩公子的货运不出去，老子就杀了你们！快点！贼匪军，老子等候你多时了。亏得施恩公子将计就计，敢查延安，里外都是我的伏兵。你俩也罢，张都监也罢，一千个来，一千个死。施恩才是延安首犯。不可能，施恩是我兄弟，胡说八道，他不会害我。你个鸟人，明明是张团练身边的一条狗，你冤枉我兄弟。嘿，团练才给我赚几个钱，跟着诗人公子我才能发大财。莫非这几日诗人陪我们去查案都是逢场作戏，只为今日做局才好除掉我们？我兄弟为何要害我？贼佩君，你空有一身本领，挡了兄弟财路，活该如此。男的宰喽！
儿留下，找乐子。嘿，村长，谁呀？怎么了？路边捡金小贼，敢设伏我大宋精锐，简直是笑话。干爹。真相在此，进去一看便知。守护，守护了哥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们现在回来就好，现在我定可保我。
喝了这杯酒，从今以后不再是兄弟。贼配军已人赃俱获，景阳岗的大虫都奈何不了我。来到这孟州城，你们一个个比吃人的大虫还要狠千万倍。这孟州城内是虎狼之穴吗？这里是虎狼之穴吗？喝酒，我让你
尝尝这个。是杀我呀！督导，您受累啊！幸亏我儿料事如神，早知道他们会斩草除根。督导，没伤着吧？使人为何要救我？督导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儿是被陷害的，你莫要再骗我！督导，那张督监在牢内，以我这条老命相要挟，逼我儿认罪的。我儿若真是犯言，又怎会尽心尽力帮你查一案呢？那不是自掘坟墓吗？督导，你好好想。就是一家人，和蒋门神一起控制了孟州私盐生意。朝廷下令彻查盐案，他们才会装盐神、装神弄鬼。几个月来，他们一直在找替死鬼。蒋门神夺快活林，就是为了栽赃陷害给我施恩兄弟。谁料到你又半路杀出，替我儿夺回了快活林。嗨，我这憨直性子，督监唱红脸，团练唱黑脸，他们唬着我着急查严案，我亲手害了我施恩兄弟，恨也，恨也！大人，恭喜啊！恭喜兄长得偿所愿呢、啊。哎呀，此番再无阻碍。不过说到功劳，本督监怎可一人贪功？二位贤弟才是首功一件。当然还有玉兰。嗯，来来来，举杯来。还是兄长运筹帷幄。哎，我用碗喝。来，好，来。不但要荣华富贵，我们还要贫富清贫。喝。好酒。来来来，玉兰，扶一曲，扶一曲。
又何惜粉身碎骨？何惜儿女情长？好，那干爹敬你一杯。来，干喝，干喝，来。好，好。来，玉兰，干爹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什么声音？嗯，哪有什么声音呢？喝酒吧。蠢货，连吓人的脚步声都没有，安静的过来。大人，你轻功好。是。小兄弟，伤病怎么样？小兄弟，没人话呀？快跑！哎呀，你快点！哎，这边！进不去！把破窗！行，人伯不管。好，别过来！因为凭着一身本领，让你们血流成河，
让你们后悔投胎来人间作恶！别过来！Thank you.